我现在呢在都灵河边的一个小展览中心旁边，因为今天有那个展览，然后会有一些模型之类的东西。门票的话我觉得 OK， 4欧元，所以21号和22号。没想到人还挺多的。门票是这样子的。都是一些旧物，这个太酷了。Aspetta.
不是那种航拍机。Nocciola Piemonte, sì? e caffè Brasil. Ok, cono? Sì, cono piccolo. Sì.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拍的时候呢会有那种黑黑的条纹，所以我现在用这个手机拍一下。